Ryan, Honey Guani.他是二本松的市长新野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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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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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8月20日前に台湾に行か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。本当に皆様の温かくて、本当に同じ思いで、本当に日本に近い皆さんで、外国に行っている時が全くしない、本当に素晴らしい国だなと、これから本当にどんどん長生きしていけるなと思って、本当に嬉しく思って帰ってきました。皆さん、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、いいじゃん。他说 他说两个礼拜前去日本，不是去台湾，然后就是大家台湾人都是很热情啊，然后很像跟日本有很多点都是跟日本很像，然后感觉不是像国外的感觉，大家都很亲切亲密的感觉，所以想要之后想要跟我们的台湾就是更多的那个合作啊什么。 互动是互动是互动，他想要这样，对，所以那我们刚才忘记介绍，这其实是一个二本松的代表性玩偶，他叫居松俊，是吧？居松俊，对，菊松俊，对，他是这边的吉祥物。我觉得其实日本有很多地方，你踩到的东西的吉祥物，他看不到上面，小心小心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还蛮这个都市是一个很可爱的都市，因为他们有那么可爱的吉祥物，还有很多个，可是今天只来一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所以大家其实二本松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因为我跟峰姐已经来过一次，对，这次来我们其实也很期待，就是有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走一走，所以这几天我们都会跟着大家，希望不要嫌我们烦，好不好？不会啦，不会。 那我们在这先请那个吉祥物跟市长休息一下。はい。はい。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ごゆっくり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。